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泽西的 Weehawken。 本来今天就是说拍日出，顺便看看彗星长什么样，结果这个天有点太亮了，把这个彗星可能给照没了，反正我现在肉眼是看不见。随着日出的临近，天空中的云层开始出现了波浪的形状，像是一个个的海浪在翻滚。这很像是波浪云，但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因为我从未在远处以这样的视角见过波浪云的翻滚过程。大自然真的是很奇妙啊，这是我喜欢拍摄延时摄影的主要原因，它可以完整地记录下自然天象的过程，这是单张照片无法给予的满足感。当然它的拍摄过程呢，会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煎熬。